对于吴秉睿哈，在我们这个院会表决哈，人不在场却能代替他投票哈，我们要对民进党做出几点呼吁了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贯原则哈，就说不要双标，所以今天在这里完全是按照民进党的标准哈来呼吁民进党哈，尤其是吴思瑶哈。吴思瑶当初在卢倩怡发生带头风波的时候，这一位过去哈有千手观音之称的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哈，过去有这个非常这个耀眼的带头记录的吴思瑶，他第一时间跳出来哈痛斥，这叫做伪造文书。那我想请教一下吴思瑶哈，那现在轮到这个贵党的吴秉睿，那么一样发生了带头的这个风波，那请问吴思瑶要不要出来告诉大家，这算不算是伪造文书？那民进党要不要追究一下伪造文书？那第二个，其实在这边哈，我可能未必跟大家意见一样啦，我在这里实际上是要表达对吴秉睿的衷心感谢啦哈，也要肯定跟称赞吴秉睿。为什么呢？我认为吴秉睿哈是那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哈，因为一次出包哈，那叫出包；两次我就觉得是真心爱上国民党了哈。那第一次是直接倒戈哈，就说这个在年金案上面哈，直接投票支持国民党哈。那这个被民进党检讨之后，我觉得这个卧底在民进党的吴秉睿哈，可能这一次就改了一个方式来表达对国民党的支持，就是用跑票的方式哈，就跑了躲起来。那谁知道民进党哈，基本上可能内部斗争很严重啦，那有人就是不想让吴秉睿表达对国民党的忠诚哈，所以就帮他投了这张票。所以反而到对于吴秉睿这一部分的话，我个人是给予他表扬了哈，认为说基本上他也是在民进党多年，可能心里很苦啊，所以说他现在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终于在这一次新国会哈两度表态支持，拥戴国民党，拥戴民众党哈，所以这是我觉得吴秉睿哈，那他昨天就暴怒啦，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民进党对他太不公平了，他昨天直接跟大家讲，我第九案就是没有投啊。对不对？我第九案就是没有投，而且我已经跟党团报告没有投了。啊，你们民进党这些人是陷我于不义吗？对不对？为什么要跑来帮我带头？啊，明明刘建国也不在，为什么没有人去帮刘建国带头？为什么就一定要来帮吴秉睿带头？所以显然哈，我觉得民进党内部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哈。所以今天第一个，希望民进党哈能够用同样的标准来告诉大家，这算不算是伪造文书，这要不要调查清楚？那第二就是在这里，我要公开的感谢跟表扬吴秉睿哈。那拨乱反正啊，这个起义来归哈，时犹未晚。那如果你会觉得，如果这个民进党卧底已经卧不下去了哈，想要幡然这个来归的话哈，需要推荐人哈，那罗志祥愿意当这个吴秉睿加入国民党的推荐人哈，那他愿意加入国民党的话，我们欢迎他起义来归，这个卧底多年辛苦他了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是当时我那个直播的画面哈，直播画面好，现在这个议事人员来抽卡了哈，来抽卡了，所以。这个是议事人员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哈。刚议事人过去，对不对？好，现在出现一个白头发的一个立委，好，大家可以来帮见识一下是谁。他本来不坐在这边，无缘无故跑过来，哎，这时候跑去按吴秉睿的桌子，他可能发现说，哎，怎么按没有反应？然后这时候旁边的人可能跟他讲说，哎，不要，赶快走，赶快走。所以这个白头发的人就默默离开。我们再来看一次哈。哦，不知道是大家，因为还不确定是他，所以我们就不讲他的名字哈。是谁？叫什么名字？看起来很像某杨姓立委。哦，杨姓立委。杨姓立委。好，各位再看一次哦，就是吴思瑶不是讲说不会带头吗？因为只要委员一离开，议事人员就会来抽卡。可是我其实对着这个空位拍了半天，我才看到议事人员来抽卡。大家看一下哦，议事人员。不好意思，有一个神神秘秘走过去。对不起，再一次。对。好，这是我们发现有偷拍时候的，我们就转过来。好，好，议事人员来了。好，议事人员来了。这个是议事人员。好，把卡抽走了，有没有？
报告邱总，对，第一并不是吴思瑶讲的，委员一离开就有人来抽卡。好，这时候大家站起来了，因为这是我们正在拍的哈。哎，忽然间这个可能是杨耀立委哈走过来了，很奇怪的哈，就对着吴秉睿桌子在不知道按什么东西。不是你没事到吴秉睿的位置按东西，这很这你该按什么？你在按什么？好，你在按什么？你在按什么？然后旁边人可能提醒他说：“哎，有人在拍，有人在拍。”他就离开了。请问一下杨耀，你那时候去吴秉睿位置干嘛？而且做一个按钮动作，然后别人不知道跟你讲了什么，你就离开了。所以，我现在请杨耀出来说明，是不是你按了吴秉睿的按钮？好，杨耀是不是你？好，那除了杨耀之外，因为当时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座位表了，这个是座位表，卢宪义在这边嘛，对不对？那时候卢宪义的带头事件的时候，民进党啊，方圆十广尺都问过了，叶元智是不是你啊？徐新盈是不是你？廖千祥是不是你？罗廷伟是不是你？我们都出来澄清很多次，都不是我们。那同样的逻辑啊，除了杨耀因为被拍到说他有来按做一个按钮的动作之外，其他人啊，吴秉睿在哪呢？吴秉睿在这里，对，这边边，在这里好。黄杰出来打球是不是你？黄杰昨天有出来否认，他说他背后没有长眼睛，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他。黄杰，那你有没有看到？你说你没有长眼睛，但是你应该有感觉吧？你有没有听到稀稀疏疏的声音？就是杨耀要过来按钮的时候，旁边说：“哎，有在拍，不要按，有在拍，不要按。”你有没有听到？你没有眼睛，有耳朵。然后李坤哲，请是不是你？不是你的话，你有没有看到谁按的？蔡其昌。这个做过副院长的哈，可能这个带头经验比较丰富。林淑芬、王正旭，好，这一群人，还有刚刚我们拍到那群人，现在立刻说明哈。那我们是希望哈，自首的话，这个罪行比较轻，所以请这些人自首啊。如果没有自首的话，请吴思瑶、柯建铭带着带头的罪犯出来认错。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不要装没事，好不好？双标党。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面对换季引起的干痒红肿，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金三角全效配方让肠道增加好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录多篇学术报告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如果你也想尝试，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每日克菲尔，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